2023年 QQ Through my head, I try to capture it, but a picture can't hold what a heart is feeling. 我们也还是在恭喜明青，成功晋级。希望这里能多发挥一点吧，起码发挥正常水平。但是2018一再次刷新了云游天子的记录，这么狠可以恭喜明青。还有多少次下雨？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，这场终极之战我定不留遗憾。 14秒54，1分14秒14，1分18秒89，让我们恭喜郎队一清进入到了2023年 QQ 的总冠军的总决赛。恭喜郎队一清5-3先拿第一大分。 所有不敢，终将被成绩的击倒。让我们一起恭喜狼队！将过来的速度上也是能够完成重生的。连拿4分，这就是队魂，让我们恭喜狼队牛星力挽狂澜，拿下本轮的2杯奖金。第5赛，第5赛也许已定，让我们恭喜狼队！ 2022美中不足吧。 可以跟我做一个约定，明年我们再一起再看金色的鱼，好不好？ 我没有失约吧？今天这场金色的鱼是为我们而下的。